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跟谢霆锋学中文。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Chinese from 谢霆锋。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then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our channel.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谢霆锋。I'm going to quickly introduce 谢霆锋。谢霆锋，他是香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他是香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好，香港。香港就是 Hong Kong, 香港。著名，著名就是 famous, 著名。他是著名的歌手，歌手就是 singer。歌手，歌手。歌手，演员，演员就是 actor。演员，演员。好，那谢霆锋，他是香港著名的歌手，演员。谢霆锋，他出生于1980年。他出生于1980年。好，出生就是 to be born, 出生。于就是在。于1980年就是在1980年。好，那1980, the year in Chinese, we read the number one by one. 好，他出生于1980年。好，那他是谢霆锋，他是香港著名的歌手、演员，出生于1980年。The clips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is from 十二道锋味。十二道锋味就是 shelf nick, 十二道锋味。十二道锋味是一个美食真人秀，美食真人秀。Food Travelogue Show. 好，美食就是 delicious food. 美食，食就是食物 food. 真人，真就是 real, real person, 真人。秀，秀就是 show. It comes from the pronunciation show. 好，秀，美食真人秀。谢霆锋呢，他在里面是主厨。主厨 head chef, 主厨。好，那十二道锋味是一个美食真人秀。谢霆锋是主厨。The first episode aired on July 12, 2014, 2014年七月十二号。好，那我们的 clips is from the first episode.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挺好的。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挺好的。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挺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这样就是 this kind。这样的生活，生活就是 life。这样的生活 this kind of life。好，生活。我们也可以说大学生活 college life, 大学生活。好，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过了十六年。好，我们来看一下过。过 has several meanings. Here, it means to live. 过。好，过了十六年 ,16 years. 过。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Now, let's look at the example. 他在北京过了四年。他在北京过了四年。He lived in Beijing for 4 years. 他在北京过了四年。好，那过了四年，四年 ,4 years. It is a duration of time that we put after the verb 过。好，过了四年。他在北京过了四年。
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挺好的，挺好的。好，那这个挺就是很，很好，挺好的 ，is good.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今天挺热的，今天挺热的 ，is hot today. 今天挺热的。好，那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挺好的。每天很忙碌，但是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每天很忙碌，但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每天很忙碌，但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好，我们来看一下，每天，每天就是 every day， 每天。很忙碌，忙碌。好，我们来看一下忙碌。忙碌就是 busy， 忙碌。忙也是 busy。好，忙和忙碌都一样。忙和忙碌 they are same。好，那每天很忙碌。但是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但转眼，好，但就是但是，可是，不过。Means but. We can just say one word. 但就是但是。好，但转眼。好，转眼。转眼就是 in the blink of an eye. 就是很快 very quick. 转眼。好，那眼就是 eyes, 眼睛。转 means to turn. 好，所以非常的快，转眼。转眼，转眼。好，我也可以说一转眼，一转眼 ，they're the sam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转眼春天来了，一转眼春天来了 ，in the blink of an eye, spring has come。一转眼春天来了。好，春天就是 spring， 来 means come。好，一转眼春天来了，但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好，但转眼我今年，今年就是 this year， 已经 already 34岁 ，34 years old， 34岁。好，那我们以前说过，谢霆锋出生于1980年，这个美食真人秀是开始于2014年，所以。当时他34岁。At that time, in 2014, he was 34 years old. 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每天很忙碌，但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34岁？怎么会34呢？34岁？怎么会34呢？好，我们来看一下。34岁 ,34 years old。好，怎么会？好，怎么会就是 how。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actually it's a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不相信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time goes so fast， 怎么会34呢？怎么会已经34岁了？怎么会34呢？怎么会34呢？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以前很骄傲，以前就是 before， 很骄傲。好，我们来看一下骄傲，骄傲就是 proud， 骄傲。好，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好，因为就是 because， 因为我年纪。年纪就是 age， 年纪、年龄都是 age。好，因为我年纪小，年纪小就是 young。好，年纪大 old。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工作的时候，工作就是 to work， 工作的时候就是 when working， 工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when eating。好，那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被。被 is a passive structure。好，那被宠爱，宠爱就是 to dote on someone, to love dearly。好，那被宠爱就是 be loved dearly。好，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一个，被宠爱。好，那我们可以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宠爱他。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宠爱他。Everyone in the family loves her dearly. 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宠爱他。好，家里的每个人 ,everybody. 我也可以说他被宠爱。他被宠爱。好，就是一个 passive structure. 好，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就是那一个。那一个人，这个一 can be skipped。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被宠爱的那个，被宠爱的那个。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现在就是 right now， 工作 work， 步伐，好，步伐就是 pace， step， 步伐。好，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变就是 to change， 变得很快，快， quick。 好，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好，我们来看一下越来越，越来越就是 more and more。 好，越来越快就是 quicker and quicker， 越来越。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Let's look at example。 夏天来了，越来越热。夏天来了，越来越热。 Summer is here, it becomes hotter and hotter。 好，夏天就是 summer。 好，夏天来了，越来越热。好，我再来读一遍。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其实我很怕，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其实我很怕，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其实我很怕，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其实就是 in fact。其实，其实我很怕，怕就是 be afraid of。我很怕 ，I'm afraid。很怕会忽略。好，我们来看一下忽略。忽略就是 ignore， 忽略。好，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好，生活我们刚才说了就是 life， 生活里面，里面就是 inside， 我们也可以说生活里或者生活里面。好的细节，细节就是 details， 生活里面的细节。好，我再来读一遍。其实我很怕，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无论就是 no matter， 无论。好，那我们可以说不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去工作。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去工作。Usually 无论 goes with 都。好， No matter it's windy or it rains, he goes to work。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去工作。
刮风就是 It's windy。 好，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亲情。好，亲情就是 family love， 亲情。比如说和爸爸妈妈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都是亲情。好，那爱情 love is romantic love， 爱情。友情就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friendship， 友情。好，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好，那些 it refers to 亲情、爱情、友情，其实很重要。 in fact， 很重要，重要就是 important。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那些其实很重要，那些其实很重要，因为每天这样工作就很怕视线变得很窄。因为每天这个工作就怕视线变得很窄。因为每天这个工作就怕视线变得很窄。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就是 because， 每天，好，我们也说了 every day， 这个工作 this job 就怕 be afraid of 视线。好，我们来看一下视线，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好，这个线就是 line， 好，视就是 sight。 好，那就怕视线变得很窄。好，这个变我们刚才说了可以是 to change to become。 好，变得很窄，窄就是 narrow， 窄。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因为每天这个工作就怕视线变得很窄，心也会变得很窄，心也变得很窄，心也变得很窄。好，视线变得很窄，所以觉得也怕心也变得很窄，心也会变得很窄，心也会变得很窄。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所以就是 therefore， 我很斗胆。好，我们来看一下斗胆，斗胆就是 to make bold venture。 好，斗胆。好，那我可以说，我斗胆说一句，这件事您做错了。我斗胆说一句，这件事您做错了。 I'm brave enough to say that you did it wrong。 好，斗胆。好，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好，那这个拿 here means to take。 好，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好，假期就是 vacation，假期，假期。我可以说，去年圣诞节假期，他去了加州。去年圣诞节假期，他去了加州。During Christmas holiday last year, he went to California. 去年圣诞节假期，他去了加州。好，圣诞节假期 ，Christmas holiday。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好，八个月 ,8 months。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好，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所以我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就是 to go， 做 to do。 好，去做 to go to do 我想做的事情。好，想就是 want， 做的事情，事情就是 things。 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好，我们来看一下找回，找回就是 get bac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
找回了他的手机。他找回了他的手机。He found his cell phone. 他找回了他的手机。好，他找回了他的手机。找回谢霆锋，就是找回自己。找回谢霆锋。生活，生活，过，过。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六年。忙碌，忙碌，每天我很忙碌。转眼，转眼，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骄傲，骄傲，我以前很骄傲。年纪，年纪，因为我年纪小。宠爱，宠爱，在工作的时候，我是被宠爱的那个。在工作的时候，我是被宠爱的那个。步伐，步伐，越来越，越来越，工作的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工作的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怕，怕，忽略，忽略，细节，细节，我怕忽略生活里面的细节，我怕忽略生活里面的细节。无论，无论，无论亲情、爱情、友情，那些都很重要。无论亲情、友情、爱情，那些都很重要。视线，视线，窄，窄，我怕因为工作视线变得窄，因为这个工作，我怕视线变得越来越窄，我怕视线变得越来越窄。斗胆，斗胆，假期，假期，我斗胆拿了8个月的假期，我斗胆拿了8个月的假期。找回，找回，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谢霆锋说，这样的生活我过了16年，挺好的，每天很忙碌，但转眼我今年已经34岁。34岁，怎么会34呢？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年纪小，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被宠爱的那个。现在工作步伐变得很快，越来越快。其实我很怕，很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那些其实很重要。因为每天这个工作，就怕视线变得很窄，心也变得很窄，所以我很斗胆，拿了8个月的假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找回谢霆锋。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好，第一个问题，他每天都很忙碌吗？他每天都很忙碌吗？对了，是，他每天都很忙碌。是，他每天都很忙碌。好，第二个问题，他今年转眼已经多大了？他今年转眼已经多大了？对了，他今年转眼已经34岁了。他今年转眼已经34岁了。好，那第三个问题，他为什么是被宠爱的那个人？他为什么是被宠爱的那个人？对了，因为他年纪小，因为年纪小。好，第四个问题，他怕什么？他怕什么？对了，他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而且他也怕视线变窄，心也变得很窄。好，他怕会忽略很多生活里面的细节，
而且也怕视线变窄，心也变得很窄。好，那第五个问题，他为什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他为什么斗胆拿了八个月的假期？对了，因为他想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去找回自己。因为他想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去找回自己。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That's for today. 希望你喜欢。I hope that you like it. 也希望你能听懂。I hope that you be able to underst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then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our channel. There are HSK 1 to 2, HSK 3 vocabulary video courses available at our website sysmandarin.com. They can help you with your Chinese vocabulary learning. 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